建模好哎，你玩要这啊，个吗？你要这个这吗？个不是乱杀，这上来就暴我要杀这对个。面一把，有点残忍吧？玩 AD 就是不是。坐牢，他们说兄弟，给他们展示一把了，我只能。这边怎么没有战斗？弄，干什么呢？他们？什么的在？干什么的在？哇，三杀了！狼？什么情况啊？杀昏了给！你玩的什么狗头？狗头啊？闪现完了，直接就是一个没有。那我直接去中了，无敌了，感觉。怎么还这么多人啊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呢？我走了，我去下爸爸去。都给他杀了的呀！别换，就是干，生死看淡，弄一下他俩，弄他，装护卫他，装什么？没护卫吗？哇，你伤害这么高的，兄弟，我已经2000块的装备搁身上了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护卫啊？他怎么哎呦一下这么痛啊？他不灭法可能出个啥？啊，插一下，对，进化 Q 了。哎，这个毒，喏，小火龙是不是也无敌啊？我才敢勾你，兄弟，没闪，护卫。咱护卫他了，哎，我操，护卫！我说来这儿玩了，直接就是一个。我来了，真打我这么痛！收割，我收的，我操！护卫。包死的！哎呦，让人头有点专业了。包的呀，我头部 K 头。哎，这有个送的，先弄他呀，肯定。这个人要大过来，包弄他的呀，我先把红线清。我枯萎了，我枯萎了。我操！哎，有人送啊！咱有点轻松了，说是。小泰坦，包给他弄掉的呀！我飞过来了，我挡，还挡。新石的装备在了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，兄弟？啊！哎，在第四个那儿吧。战士你啊，不死不回怎么办？来了，我马上到，我来了呀！我操，没出来，说是这一下，还要出，还要出个咒，这个好像。也许我不曾不曾泪眼朦胧，这不走到哪儿杀到哪儿的一个状态啊！纳什帽子是不？牛逼了，专业指导。是得出这个吧？会。
我操，什么意思啊？跟着混人头去了。这太简单了，这卡上超模，这英雄啊，这个是无限提升吗？狂妄啊！在我头，来我套，我不知道呀，没用过那个。这么些，27，好简单的兄弟，他不敢出来的。来打。哇，我操！我被秒了，兄弟，全身吸血的哦，在这儿，峡谷制造者。一个 W 没了。哎，还有个人，这儿。还没死。他多少有点狂了。是鹰眼必须的，我们专业的，这个一是能进化的。怎么说？一，知道哎，要进化。无所谓啊，兄弟。人不用进化呀，提高了应该也挺好。见谁都是秒啊！现在，哎，他帮我。我操，他怎么砍我这么痛啊，哥们儿！我要枯萎的。我干谁呢？到底要跟谁玩一玩呢？哎，有人有人，帮我秒的呀！我们继续打。来了。快要五杀了，怎么说？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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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谁呢？人呢？在家里吗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没人啊！哎，在家在家在这儿。看他一下，我在突围，我在突围。我操，他躲进去了！哎，死了死了死了。OK， 没续上。我操！兄弟，这一巴掌拍下来，痛啊！一个平 A 了我多少血啊？500！哇，你俩在干嘛？我怎么打得不掉血啊？我，哎，你干嘛呢 ？Nice。我到，来，来，挂机了。哇，他们打我还真挺痛。哎呦，突围，减速，哦，帅。说泰坦人呢？260，这才加了多少攻击量？50啊！看一下我吸血。吸这么点吗？我的幸存，感觉我无敌了。往 A 加不要太快，兄弟，大家。我到了。可惜，可惜了啊！还要玩一波，只能说。这全谁都打不过那边。
么情况啊？这单挑打不过这个人啊？他们没有魔抗，这一个 W 就死人了。小龙打我怎么这么痛？他们就是肉，然后有伤害灌的，是一流的。不在、啊，就还是要前期杀 AD 这英雄的话，或是别推，别推，爽一会儿，他让我们爽。挂机了，还有两个20秒的40秒，别推，说是，再来吧，再来吧。对 AP 后期不行，前期 AD 的猛。